办。那整个活动除了让小孩子有爬行比赛，还有这个班班乐啦，各方面的小孩子的一个这个趣味竞赛之外，也有非常多的这个闯关游戏哦。那再在就希望透过闯关指导我们的爸爸妈妈，有包括儿童公约，包括相关的育儿，哪一些部分要去注意，那给孩子一个安全快乐的一个这个童年生活哈。那在这边也准备了非常多，让孩子来交换他的玩具，让我们能够这个资源回收再利用哦。那除此之外，今天也有在做了这个青少年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活动哦，包括我们的这个演唱会，就让孩子们在这边尽情的来展现他们的一个才华。那除此之外，也有一些职能的，包括教爸爸妈妈怎么样替小孩子来这个绑头发啦，或者有一些相关的一个 DIY， 可以说热闹精彩。欢迎我们还有六个场次的一个活动，每个场次有每个场次的一个特色，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另外，我们中华丽娜好幸福的儿童剧还有七场次哦，那也欢迎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把握这七个场次，那让孩子们有一个愉快的一个童年。